摆要十点呢。哦，这的人哦，拢唔知困到倒去啊啦。看起来哦，我调来这实在是上轻松啊啦，一点啊我表演机会拢无呢。啊，算算去啊，啊我等下休困好啊。来啊！哪有查某人叫声？来来来！既然敢在车内底做袂见笑的代志，我话到这尼啊大声，我袂用让这种袂见笑的代志发生啊！我是警察，内底的人哦，给我出来哦！喂，你莫想我急点点吼，都无代志哦。我即马算个啥？你若无爱出来哦，我就要开门哦。一、二、四，啊好个。叫陈先生哦，你误会啊啦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误会，我搁六岁嘞，你看卖啦，无穿衫，安尼吼讲无代志吼，鬼才会相信啦。是。叫陈先生，你莫咧做啦，你若咧做吼，金玲一定会生气的啦。金玲会生气，你唔闪哦，我才会生气啦。我跟你讲，你若唔闪哦，我跟你爹乖乖起来，闪啦。是。警察小陈看着眼前这名穿着道士袍的年轻女子，一时间不由得愣住了。原本是洁身自爱的修道之人，竟然会有如此放浪形骸的举动，让身具正义感的小陈是气愤不已，不由分说的便将两人带回派出所问话。骗笑的，恁两个在车底人愈相修，无唔对。进财是我的徒弟啊，我就是叶师傅，庙会真人。我原本想要替进财消灾解厄，所以才用男女相修。想袂到叫你破坏，实在是天意啊！师傅，你莫难过啦，你今仔甲我斗三工，我着真感谢。哎，恁两个是当我是白痴哦，哈！啊，即摆是啥物时代啊？啊，去台下演歌戏，骗笑，男女相羞。我甲你讲啦，恁这种行为吼，已经算是妨碍风化啦。今日哦，恁着当警察局过面啦，算作恁一个架势，知无？师傅，你这要甲你留在警察局，啊，恁情况安怎呢？反正吼，就是安尼啦。敢若相信目睭所看到的代志，煞毋知影事实的真相，也要用心才看会到。现在啊，师傅，你敲一通电话予建宏，请伊来一撮。是。哼，后来还搁咧鸡婆过，像你这款傲查某。我看有甚物人来报你啦？姐，你无代志啊？我无代志啦。你无代志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姐，咱来行。你大哥当作是死人了哈！这是警察局的，不是西门里的门哦。会当让你画来就画，画去就去哦。哈！我问你，你谁啊？敢来我的电话唱笑？歹势啦，警察先生，是我唔对啦。我煞袂记哦，向你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柯建，这是我妹子，请多多指教。哼，像你这款人哦，你的妹子我袂瘾看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无经过我的允准，就想要带伊两个走。敢若凭这点哦，我得再用妨碍公务，甲你抓起来咧！你真死！陈志清，你咧从啥？主管，我无从啥。我明明看你抓着考议员的衫，佮敢讲你无，佮唔紧甲考议员核实咧？什么？议员？江湘辉理事长，中区工会会长，东北学院董事长，英泰公司董事长。
台湾省省议员，伊要求我，可真正是议员呢。你这是怎查？哎，柯议员，歹势啦，啊，这个警察都新来，请你莫见怪哈。哎，啊，你即马在咱家一年做位离开啊？不要紧啦，所长啊，这拢是误会啦，今年无代志啊，不能讲一年来走。好，一年，咱来走。主管啦，打断伊喏，赶紧呀！经理，够想担心。陈警员，你今破坏阮的法事，这条灾难未消失，而且这个灾难会降临在你的身上。我已经看到了，在这三天之内，你会有血光之灾降临在你的身上。希望你自己会得较顺利。我血光之灾，呸呸呸！讲好嘴，好累累啦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小陈，我劝你啊，上好卖提起啦。哎，苗辉今年的话是足灵验的呢，你看柯议员拢嘛听伊的。哎，你也较注意啦，你这么少年吼。我是无希望你出什么意外，知影无？哎，奈连主管都安尼讲啊，跟我真正会有代志啊？听完所长的话之后，小陈的心中不禁涌现一股寒意。在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的情形下，小陈战战兢兢地过了三天。很险。讲啥物我血光之灾，三天就已经要过啊，我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啊！你个傲杂我，你明明吼就是咧骗我嘛！啊，我哪会这么戆呢？佮相信你啦！是咧，目屎是查某啊，叫我抓着，伊本来歹悔改呢，搁甲我拍着伤啦，我甘要告伊。放手啦，是你先动手的呢，啊你搁死硬硬嘴皮讲我娶查某，哦，你是来搁讲，我甲你翻。来啊，有胆你甲我拍死啦！你有啥物讲？你有啥物讲？你好，你两个唔通安尼啦，哎，你两个，别计较呢，哎，你两个哦，哎，我已经忍耐你啦，哎，等等等，你，哎呀，哎呀，等你啦，这是我大代志。哎呀，我拍来等我去，下去啦！下来，你去往哪？小陈做梦想不到，一场夫妻间的争执竟让自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第二天早上，小陈头上贴着纱布回到警局，立刻成了同事间嘲笑的对象。小陈，你有安怎无？主管，我好真济啊，无代志。无代志就好啦。安怎？你即摆应该相信廖辉之人讲的话啊，吼？我是安来相信迄个人讲的话啊？我是无注意哦，唔才甲你用枪着。你是阿眼水杯啦？哎，卡输唔是廖辉之人先甲你提醒，恐惊吼你会伤哦，会更加严重呢。我看吼，我是带你来去吼，问一下详细，看你的灾难是不是跟化解。主管，我不爱去吼，迄个查某一定有啥物妖术啦。我想想吼，一定是老带衰啦。你即摆搁要叫我去找迄个查某，我看吼，代志会更加大条。我不爱去，我不爱去啊。哦，你这个人哪会这么气气啦？万一哦，
你去做什么差事？是会影响我的考证呢。我跟你讲，我是无想要一世人拢踮遮做所长呢。叫你去，你就去，这是命令，知无？知啦。真正要去哦，唔系啦，我爱去啦。主啊，我两个人是特别来见一年的，啊，敢会用日？你莫搁讲啊，恁的来意，今年拢已经知影。是啦，第三天前，今年就已经算出恁两个人今仔会来。本来应该是今年爱亲身来接待恁，也毋过伊即马伫修炼室，甲科技员伫讲道，恐惊着爱甲阴暗才会结束。假使恁若真正有心，明仔载请恁再过来。今年就是今年啊，竟然含咱们来的代志早就甲算出来啊，佩服佩服啊！小奶奶，今麦你知影今年的厉害啊吼？是啦。尽管所长对妙慧真人未卜先知的能力是敬佩不已，但是小陈的心中却是另有盘算。他听到许议员和妙慧真人单独在房间，立刻联想到那天在车上所见到的淫秽之事。莫非许议员和妙慧真人之间也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？小陈在离开神坛之后，终于忍不住地向所长提出了他的疑问。没想到所长给他的答案竟让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所长啊，那个查某可能有一挂神通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感觉这个查某一定有问题啦。你看伊刚才可以话哦，两个人同在房间做啥物法啦？我看哦，是做那袂计数的代。哦，小陈的啊，饭会当乱吃，话袂当乱讲。人可以完今年哦，才当选咧台湾省的十大杰出青年，而且哦，替咱这个所在百姓争取经济福利呢。伊是咧正人君子，唔是你想迄种外国人。我警告你哦。你以后再讲柯议员的歹话哦，我就叫你去山顶告问阿婆，知影无？好啦好啦，我以后袂告，袂讲话啦。安尼才对。小陈啊，讲实在吼，我只只做所长这么侪年吼，从来毋捌看过一个吼民意代表袂歪哥的啦。啊，不过干柯议员哦，我真正佩服，伊是一个正港的男子汉。啊？正港的男子汉？嗯，主管啊，啊无你嘛讲看嘛个啦。迄、那个柯议员哦，是做啥物代志，让你这么尊敬伊啊？这代志讲起来啊，都话头长啊。好啦，既然你想要知影，我来讲三爷的代志给你听。我个记住，那是三个月前的代志。那一天哦，为了数年的一挂代志，我去拜访柯议员。阿丹啊，你传这么侪钱要送我，有啥物代志你要直接讲。爽快，我上喜欢甲你这款双色的男子食。那呢？我就直接讲啊，吴辉良的代志，你敢知啊？什么？你是为吴辉良的代志来？无唔对，吴辉良是我甲你斗阵的好兄弟，伊即马去红山关伫个看守所内面，后礼拜就要宣布，所以我才会邀兵来找你斗三工。那你考议员哦，伫咱这个所在化水的简单，大家拢知影。而且，即摆办会龙这个案件的法官，杨中建杨法官，是你读大学的同窗的啦。只要你若肯出面去找恁同窗瞧一下，让会龙会当无代志放倒转来。那安尼，你一千万就拢你的。安怎？这摊生意袂歹啦吼。陈先生，真歹势，阮老爸留下我的财产哦，就算讲我要开十四人嘛开袂完，这个钱哦，麻烦你摕转去，我无可能甲你斗相共。柯议员，今仔也无外人啊，你敢着需要安尼计？我早着拢伫着需要探听好势，三个外月前。你才去找杨法官替一个人把伊的案件收掉，让伊无做释放。敢讲你才紧就放袂过去啊？也是咧甲恁爸争钱啊？啊？
无唔对。我是有为着一个嫌疑犯去找杨法官，啊，不过迄人是清白，我才会替伊出面。王辉良做了这么侪歹代志，伊即摆是罪有应得，我无可能甲伊斗相共。柯议员，叫一下袂歹安怎？恁爸安尼好嘴咧，甲你拜托，你煞无咧甲恁爸信道。好，你若唔惊死哦，恁爸也唔惊你无命啦。辉弟咯，我一定要救辉良，都无唔对啦。我嘛知影，即马干阿你有在了解未？你敢听我详细？万一辉良闹啥物三长两短，你就准备吃枪子。安怎，柯阿议员？即马这个情形，你是毋是需要搁重新考虑一下我拄仔所讲的代志？啊？真歹势，我柯建宏就算讲要死，嘛无可能做违背良心的代志。你真正唔惊死？你爸是地狱啊！你即马从啥位啊？竟然拿枪出来威胁柯议员，紧放落来！王所长哦，啊那要倒你啊来，你做你放心啦。我是甲柯议员咧滚生笑尔，莫紧张，莫紧张，这个囡仔咧生下玩具枪咧，唔是你检查看卖啦。柯议员，你上好是搁斟酌考虑一下我拄仔所讲的代志。虽然即摆我拿的是玩具枪，不过火龙边仔遐囡仔拿的都毋是假。万一后一天我去听到讲你的头壳，还是心造去予土豆扛过，我是会足艰苦的呢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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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你，啊，若无代志，我先来走吼。等一下，麻烦把迄家箱仔嘛摕走。议员哦，坚持家己的原则啊，不管啥物威胁乌西啦，拢无法度改变伊的心意，真正是一个男子汉。这个柯议员哦，佫这么正派呢，我看哦，我是误会伊啊啦。所以哦，我才讲你该拍嘞，爱记住咯，以后看到柯议员哦，爱较礼貌的，知影无？意思我知啦，知影就好了，等下去。听完所长的解说，小陈心中对建宏的敬意油然而生，只是他还是很纳闷，为何一个刚正不阿的民意代表会和庙会真人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。而这一切的因果都要从三个月前建宏受到了威胁之后继续说起。虽然这次我拿的是玩具枪，不过火龙边仔遐囡仔拿的不是假。万一后一天我去听到讲你的头壳，还是心造去予土豆扛过，我是会足艰苦的呢。建宏，今天做的菜拢是你上爱吃的呢，奈看你敢那无啥物胃口，你有心事哦？无啦，我袂啥物心事啦，我上爱吃一季的菜啦，你哪知道？我一定吃两碗饭，啊那无哦。对不起，我这水母了。好，好吃，你就紧吃。好，那我菜来恁去吼，都无好吃。嗯。梅花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啦。假设有一天，我若是发生什么意外，离开你。你好彩无？建宏，你来讲这间派不掉的话啦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紧跟我讲啊！无啦，无发生什么代志啦，我只不过是凊彩问一下，放心啦，无代志啦。讨厌啦，安尼搞我吓惊。我甲你讲，万一有一天你真正有啥物三长两短，
我就陪你去天顶做红阿婆，永远跟你做伙。天顶做红阿婆？对啊，像你做人这么正直，又搁这么善良，这么好的红婿，世间找无第二个啊！所以我当然嘛要去天顶找你啊！你讲对吗？听到妻子对自己的感情是如此之深，让建宏又是感动又是害怕。万一自己真的遭到阿达那帮人的报复，那么妻子又该怎么办呢？想到这里，建宏不由得心乱如麻。行云在上，地主柯建宏一生清白，从来唔捌做过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恳求神明保庇地主一家，会当平安度过难关。地主会秉持正义的精神，继续为民服务。天道无亲，常以善人。求签只是一般人无法度解决心内疑虑所做的代志。柯议员，你做这么多善事，上天一定会保庇你的，你都唔免求签啊啦。你是？我自我介绍，我是附近天雄宫的主持人，我叫做。妙慧真人，慧员，我知影你今仔会来遮，所以我专工来遮帮你化解困难。帮我化解困难？你这话是啥物意思啊？魔者魔不熟，熟者不灵魔。慧员，咱初次见面，我知影你无可能将你心内代志讲我听，啊，不过我已经知影你的心事，你放心。只要你好好啊秉持善念做善事，一定会平安无代志。来，这是红庙赐予你的平安符，你一定要好好啊挂在身躯顶。第二时阵，红庙会替你渡过难关的。圣人临终，红庙在心。对于悄然离去的妙慧真人，建宏的心中充满了疑惑。为什么这个年轻的道姑会看穿他内心的不安呢？一个星期后，台中地方法院判处了持枪伤人的吴火龙15年有期徒刑，让建宏的神经开始紧绷了起来。可是阿达那方面却始终没有任何动作，难道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还是真如那天妙慧真人所云，父母已然帮他度化了灾厄？没想到紧接而来发生的一件神迹，让建宏不由得对妙慧真人敬佩得五体投地。妙慧报国王命同行代志，请问你是柯建宏议员吗？我是啊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吴火龙的女朋友，我今日是来找你算账。明明是中枪啊，哪会无代志？
是我没有祝福你的平安。你一定要好好挂在心头边，必要时阵，我庙会替你渡过难关的。想会到，这好幸福啊！竟然救我一命，真正是想会到。建宏，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哪拢听无呐？不要紧啦，我稍等下再讲，咱开始给你听啦。即摆咱先来去。建宏万万也想不到，一个小小的平安符竟然在紧要关头救了他的命，让建宏对妙慧真人神机妙算是钦佩不已。第二天他特别来到了天凤宫。神仙，请问你来天凤宫不知道有什么贵事吼？无论你是要来求财还是要来求平安的，只要心存善念，奉庙拢一定帮助你完成心愿的啊！那位师傅啊，我叫柯建宏啊，专工来拜奉庙为子女的。你就是柯建宏柯议员哦，来，这坐啦，阮子女哦，即摆在换衫，马上就出来啦。多谢，多谢。唔知恁师傅安怎称呼啊？我叫志才啊，爱叫阿水啊。你好，你好。阮俩拢是庙会子女的徒弟。阿水啊，你看卖咧。看今年衫换好未？好，我先来。我衫已经换好啊。安怎？会员，你袂认得我？我就是庙会真人啊。你是庙会之人哦，你穿安尼我拢认袂出来啊！我知影你要来啊，所以我们才特别换一出衫。安怎？有好看无？真好看啊！啊，不过我无了解，你换衫到底有啥物关系啊？我知影你是为了昨暝的代志，你来甲我说道谢，而且你阁拍算要带我去食饭，所以我来甲衫换好啊，才袂让你等伤久啦。咱行，那是阿妈，到时阵会无味哦。我心花内底想的代志，伊哪会看会出来？奇怪。柯议员，今年已经出门了嘞，啊，你我紧倒去。对啊，再见啊。以前查某人的衫会这样尔水，柯议员，多谢你呢。我用足久吼，无食这么好吃的素菜。慢你讲啦，其实哦，是因同我向你说多谢才对啦。若不是你送我来平安符啦，我可能早就无命了。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啊，只要你秉持善念，一定会平安无代志啊。遐威胁你的歹人，真紧就得到报应啊！你放心啦，因袂再来找你麻烦啊。正经的啊，安尼太好啊！其实啊，今仔日啊，我是有一项代志啊，想要请教子女啦。你是不是想要问我，我为啥会知影你心内想法？我讲得对无？是啊。我问你。你捌听过开天眼无？开天眼，所谓的开天眼，就是爱经过长时间的修炼，从两脉之间拍出一条道，互大脑内底的上骨体会当看到外面的世界。开天眼分作五种，这五种分别是肉眼通、法眼通、慧眼通、佛眼通，啊，搁有行眼通。我这种能力就是叫天眼通，会当直接看到知影人心内在想的代志，就亲像我会当了解你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、你的理想，甚至是你介意倒一款的查某人。
介意的查某是。就是你太太林丽花。对啦，你讲了真对啦。我想你哩真好奇，我既然有天眼通这款能力，啊，当知影别人心内的痛苦、甲烦恼，是安怎会来跟你斗相共？我实在话啦，我虽然有这款能力，啊，不过我这款能力甲会当帮助，甲我有缘的人，你就是迄个甲我有缘的人。我跟你有缘，金玲啊，那照你安尼讲，我是不是应当放弃一切，跟你去修道？迄无啥可能啦。你的话吼，先莫讲遐尼早啦。虽然你即马事业有成，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看起来敢若啥物拢唔缺，啊，不过为什么你心内常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？敢讲你家己拢无发觉？我心内有失落感，无唔对。而且这款失落感已经愈来愈重啊！你甚至怀疑你家己存在意义。金玲啊，你讲了无唔对。我的人生啊，看起来什么拢无。我太太这样爱，第一个父老甲老朋友嘛，甲我支持甲鼓励。而且我的事业嘛真顺利，将来啊，我唔爱为钱的代志烦恼过。啊，不过有时阵啊，我暗时嘛会困袂去，啊，唔知我伫咧烦恼啥。我嘛有加交一挂基督教的朋友啦，我家己啊嘛有研究佛法。啊，不过我心肝内底啊，依然是感觉真空虚呢。我无明白，我真正是无明白的。你先卖烦恼啦，咱之所以会当一再见面，这就是表示。冥冥之中，已经早就注定好势。我就是迄个来叫你脱离苦海的人。你即马开始，你只要好好听我讲道，你就会当脱离世俗的空虚甲烦恼，找到你真真正正的快乐啊！看着眼前的妙慧真人。建宏的内心开始迷惘了，妙慧真人的出现究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亦或是另一个灾难的开始呢？妙慧真人真的有能力带领建宏走向他所说的美丽境界吗？咱之所以会当一再见面，这就是表示冥冥之中已经早就注定好势。我就是迄个来叫你脱离苦海的人。伊敢真正有法度甲我斗相共？建宏，先看哦。建宏，啥乱啦？叫你洗一下身躯，你行到安尼？无啦，我拄只在想代志啦，洗身躯啊，我先来去啊。是，你只要好好听我讲道，你就会当脱离世俗的空虚甲烦恼，找到你真真正正的快乐啊！为什么我甲钱见过面了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敢讲我真正甲伊有缘？这就是你修炼的所在。无唔对，这间房间就是我平常时修炼甲讲道的所在。来，这有两个蒲团，你先坐一车。来，
你先啉一杯清心莲子茶，先让你的心安定下来了哦，我们才开始讲道。好啊，我即马要开始讲道啊。阮道教的修炼上重要的是咧讲真、善、通这三字，啊，不过上主要的是咧讲真这个字，所以阮一再强调修真养性，讲真话、办真事、做真人，返本归真，最后才会当修做真人。佛教的重点是咧往善的方向去修行，安尼才会当修出大慈悲心。建宏，你是安怎？你若看起来敢若真艰苦的款。我毋知影，我规身躯啊。敢若拢是血黏烧共款的，啊！我实在挡袂住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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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烧的，规身骨敢若血黏烧共款啊！金玲，你的心火真正上旺啊！不然你落去，你会走火的嘛？啊！看起来，我只有用我家己的肉体来救你。时阵，你莫叫我真，我的名叫做秋菊，怎样？建宏，你今仔是安怎啦？拄只才倒来甲我抱，管你甲我斟，甲你平常时一点仔都无共款呢。歹势啦，我毋是超工的啦，歹势。建宏竟然会做出这种荒唐的春梦，让他的内心感到一股很深的罪恶感，整个晚上都无法成眠。今天有要先查医生，可能较晚回来，先甲你讲一下。安尼你家己较注意哦，唔通受骗呢。我知影。我来听。平常时建宏出门的时阵，拢会甲我鼓摆气势。今仔日哪会走到这冲动？而且站又高，敢讲？袂啦，一定是我想太侪啊！
这个时阵，你莫叫我真言，我的名叫做秋菊，知影无？可见哦，起码是办公时间呢。你伫咧想遐不三不四的代志，安尼唔敢是对不起你的选民，对面会真的嘛是种侮辱，实在太不应该你。我哪里一点点想管代志啊？柯议员，你无用哦。啊，所长，来来来，下水啦，下水。啊，多谢多谢。这啦。柯议员啊，我来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啦。进前来你办公室端迄个阿达吼，伊昨暝出车祸死啊啦。什么啊？阿达死啊？是啊，还佫有，伊车内佫载吴慧玲女朋友陈碧玉，伊嘛是有重伤。早去病院哦，无偌久嘛死啊！以后吼，无人阁会来找你麻烦啊啦。我两个查甫朋友嘛死，哪会安尼嘞？好起来，电话啦。先生。喂，我是柯建宏，请问你是？好奇怪，你挂威胁你的歹人？已经受到制裁啊！相信这个消息，你已经知影了。你是庙会之人哦，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啦？阿叔，你若想要知影所有的代志，你就一定爱来天后宫来找我。阿是讲，你已经下决心，根本就无想要跟我见面了。我无安尼讲过啊。好，既然安尼，我就等你哦。柯玉啊，啊你是安怎？面色足歹看呢。无啦，我无代志啦。无代志就好啦。这啦，这啦，哎好。啊，所长啊，我有代志哦，我出去先，无陪你啊。哦，你这啦。哎，柯玉啊。我就知影你一定会来。柯议员，请坐。志玲啊，咱的车祸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啊？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啊，只要你好好啊秉持善念做善事，一定会平安无代志。你挂威胁你的歹人。嘛一定袂有好下场，这所有一切，拢是洪庙咧替天行道而已。洪庙替天行道，柯议员，我应该答你心内疑虑啊。即马是不是应该换你回答我的问题了？我问你，最近这几天，你的心内？是不是一直感觉有我的存在？我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就敢当。而且在我天眼通知下，你是无法度骗我的。既然你拢知影，我嘛无必要跟你瞒。迄天跟你见面了，我心肝头内底想的拢是你呢，我拢无法度控制我家己啦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爱你来的原因。你知影无？自我头一摆看到你的时阵，我就知影你是一个真有慧根的人，是万中之选。原本我叫是你会当继承我的心愿，将洪庙的精神一直传落去。啊，不过你却连我予你一点仔小小的试炼拢无得通。你实在让我足失望，
你知影？这是你给我的试炼。建宏，我是真心真意想要帮助你，让你脱离世俗的烦恼，找到一条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路。就亲像如来佛祖挂马饲鹰，才会当大彻大悟，修成正果。建宏，我求你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带你去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。就算讲是要牺牲我的性命，我嘛不要紧。你知影？带我去我自己的世界。我已经开始行动了，刷落来，就要你的配合了。对你的苦心拢白费，来，你过来，建宏，过来，来啊，建宏，来啊，来啊，建宏，你过来，过来啊，来，实在是足好诶，我著知影你绝对袂让我失望。我们到底走向红绿的尽头。就在建宏踏入妙慧真人的房间开始，他的人生便有了180度的大转变。现在可以用这么久背景吗？我现在感觉很轻松的，真的啊，多谢你啊。哎，稍等一下，我刚才做的只不过是将你身上的业消毒掉而已，我现在要消毒的是你心中的业。我心中的业？你这是在创啥啦？你已经把衫穿起来了。你这摆是想去倒位去啊？我是为着要帮助你呢，才会陪你来练男女双修，来化解你心中的业，让你早日悟道。想不到，你竟然将我当作不三不四的查某，你真正想让我出事无？你要用男女相修来教我悟道？无唔对，因为有阴阳存在，才会当练出各种的生命体。男女相修的目的，就是要采阴补阳，采阳补阴，互补互修，达到一种阴阳平衡的目的。今仔日的男女相修了，就是你悟道的开始。好啊，什么拢唔免讲，一切拢交予我。建宏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梦中的情境竟然变成了事实。在妙慧真人男女双修的引导之下，建宏尝到了一种和做爱完全不同的快感，再加上妙慧真人的身体不时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幽香，更是让建宏整个人飘飘欲仙，似乎连全身的毛细孔都开了窍。究竟
这位充满神秘感的庙会真人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招，能将静红带领到平凡人难以触及的世界呢？接下来的发展不仅让人匪夷所思，更对庙会真人充满了好奇。建宏，你现在感觉安怎？金玲啊，我现在感觉哦，规身躯哦，拢是溃烂的，敢那少年人同款的。哦，这男女相遇哦，实在是太奇妙啊啦！这是当然的啊，我用男女相修，将我的精气度化乎你。你即马当然是精神百倍啊！另外，我问你，你心中迄个失落感是不是已经完全消失了？我了解了，我即马了解了。虽然哦，这几年来我做民意代表，替地方百姓做真济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心肝内底哦，还是有迄个失落感。迄就是因为哦，我的气力无够啦，无法度替搁较济选民服务。师傅，我讲得对无？建宏，恭喜你哦！你即摆已经开始悟道啊！我现在感觉我规身躯啊，拢只有困难嘞。啊，我出去运动一下。无想要困难啦，你搁去困难吼。自从和庙会真人男女双修之后，建宏整个人都变得和以前不同。他似乎拥有用不完的精力，整个人也变得开朗许多。而除了工作之外，建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天凤宫听庙会真人说道。相对的，他留在家中的时间是越来越少。建宏，你最近拢透早就出门，啊，到三更半暝才回来。今仔日总算是良心发现啦吼，肯陪我食暗顿。你吼，唔知影人去当作你有介意咧。建宏，你是安怎啦？看你精神足歹，敢是破病？我嘛唔知影咧。本来这礼拜吼，我感觉真有气力的。啊，我今仔是唔知安怎，感觉一忝的。啊，无你看医生无？免啦，等我睏一下哦，无得家己无代志啊，我歹食啦。喂，我是柯建宏。建宏啊，咱你甲做男女双修，甲即马已经第七天啊。我是烦恼，你体内精气你要用完啊，你要紧来找我，咱搁爱做一届男女双修。好，我先过来。从那天开始，建宏每隔七八天便要和庙会真人进行一次男女双修，而每一次的男女双修之后，建宏不但是精神百倍，而且对人生的意义也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之后，建宏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在救助，地主建宏运用有限的生命追求真理，帮助大众行大德，请受地主三拜。
对今仔开始，你就是我所收的第三名地主。阿水，进来。恁三个师兄弟以后都要亲像亲兄弟共款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帮忙，做任何代志袂当有私心，安尼对恁三个人修行才有帮助。安尼恁知影无？是师。建宏，你才拄入门尔，你要伫厝诶，爱定定修炼，才会当早安尼悟道，化头人生，安尼为师才会欢喜，知影无？地主明白，地主一定会遵家师傅诶指示，袂互师傅失望诶。安尼真好，我即马要入去修炼啊，你嘛会当趁即个机会，好好讨论一下，了解一下。知影无？是师傅。请两位师兄多多指教。唉，你若伫遐尔客气啦，你无听人讲过，文道有神教，术士有专攻，加上你的资质比阮两个较好，连讲阮老代志要甲伊请教，啊，你是唔通笑阮的，哦，对无？这是当然的哦。两位师兄太客气了，我虽然甲师傅斗阵的时间唔讲真长，啊，不过伊师傅伊哦，不但甲我开示，我下当对道的了解是愈来愈多啦。师傅的学问哦，实在是太深了。这是当然的咯，师傅伊自细汉就开始学道，所以讲才有今日这款的境界啊。李师兄，你敢知影师傅的过去？我是唔知影啦，啊，不过我捌听外人哦，讲伊讲师傅的过去。李师兄。你应该师傅的过去，搁我知，我想要对师傅啊，加了解一寡。好啦，我就将我所知影讲予你听啦。师傅哦，伊本名叫做吴秋菊，厝是住伫桃园啦。自细汉哦，就顶爸母哦，足虔诚个拜祭皇庙。啊，到伊18岁迄年哦，忽然间哦，就破一场大病。病好以后，就有迄天干通个神力啊。从此以后哦，迄厝里头尾哦，大家规工拢来哦，甲伊求神问卜啦，造成师傅伊真大个困扰，所以讲伊决定要离家出走。从此以后，师傅伊就隐姓埋名，专心来求道，一心一意要帮助有缘之人。我甲大师兄就是因这缘的，伊才来做师傅的徒弟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师傅真正是无简单。从18岁开始，就开始在世界流浪。啊，不过大孙啊，师傅伊为甚物在这所在接盘呢？这你都唔知影吼。我阁会记咧，以前我甲师傅四界咧找大个所在，有一天经过这个所在，听到一个阿婆的哭声，原来就是阿婆的先生，跌倒当场断气，才让阿婆哭到这个大声。师傅。不忍心阿婆遐尔伤心，用着天干通的神力，看出迄个老阿公啊，然后去予肉粽加条哩，才无大喘气。经过师傅的指点，将迄个老阿公啊救活倒转来。老阿婆啊，为着感谢师傅，毋再将这间厝借予师傅作为防庙的道台。想袂到呢，师傅的过去有遐尔精彩故事呢。好啦，事的代志都已经拢讲完啦。啊，过去我讲你的代志哦，讲我，是啊，我听人讲吼，恁国家较早是这大地主，啊，报纸佫讲吼，恁是中部这同好业面的代表，听讲你的身价有超过10亿，这敢是真实的？阿水啊，你来这无礼貌啦，咱要问建宏这个代志，你是乱来的。不要紧啦。既然哦，咱这卖已经是师兄弟啊，本来哦就无应当互相温磨啦。你师兄讲了无唔对，差不多是这数字啦。两位师兄是安怎个？无啦，啊，阮两个都参真爽，向阳听到遐济字，去惊到的啦。是啦，是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建宏啊，啊无你搁加讲你一寡代志，互阮了解一下啦。在进财和阿水的热情要求下，建宏不疑有他的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一切说出来。建宏的坦白
让他很快就赢得进才和阿水的好感，三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而建宏在妙慧真人的点化下，向道之心也日趋虔诚，甚至决定将自己的信念化作实际的行动，殊不料却引来一场风波。建宏，你是在看啥？看这里还讲叔啊，你哪来了？请坐，请坐。我拄只吼，一方面在想用淑慧的相片啊，一方面哦在想找阮叔对我的开心。相邻不久，既为邻，既如友，既依邻，既如姐。所以我决定将阮兜的财产提出来，甲遐善家人斗相共，安尼才无枉费叔父对我的一片苦心啊。你讲得真好。以你目前的财力，是会当做真侪功德，造福真侪百姓。啊，不过你无好好利用你这个力量，实在真可惜。好佳哉，即马你想通啊，这实在是足好。既然你已经大彻大悟，看起来师父的这个计划，就当靠你来完成了。师父啊，什么计划？我的计划是要成立一个功德会。是要帮助迄寡孤苦无依的百姓，啊，不过是要成立功德会，需要真侪资金。唔知你师父啊，你放心啦，成立功德会啊是好代志啦，我一定会全力支持的。经费的代志就由我来负责啊。安尼实在是足好诶，你的人面遮宽，师父相信有你的支持。咱这功德会一定能成立。看到师父欣喜的模样，建宏的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快乐，仿佛只要能让师父高兴，不论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这也使得建宏的家庭生活有了重大转变。就这样嘛，建宏奈个不爱来困啊。建宏，建宏。要十二点安尼，进来休困啊啦！想袂到我竟然练功练遐久啊！来，咱来困。早睡早起哦，身体好啦，莫闹啊啦，紧睏啦，好，乖，好。奇怪，自从建宏去拜庙会一年做师傅了后，暗时睏的时阵拢唔参挂，到底是为虾米？师傅，师傅啊，我甘愿为你做任何代志，只要你欢喜啦。师父，师父，建宏哪会讲这款话嘞？敢讲？丽花早就听说妙慧真人虽然是有为的修道之人，但却是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。建宏的梦话让丽花回想到最近建宏的种种反常行为。难道建宏和他师父之间真的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暧昧关系吗？尽管丽花是越想越害怕，但是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对建宏提起这件事。
今仔日我要甲叔去办一寡代志啦，较晚才会转来，先甲你讲一声。我知啦。我来去啊。哎，等你啦，建宏。什么代志啊？建宏，我是想讲，你伫当尊足尊敬你的师父的，我是你太太啊，对不？我是不是应该去拜访一下师父，甲伊见一下面的？你讲对不？你要甲我师父见面啦？这安怎？是有困难哟？无啦，无啦，无困难啦。啊，不过等几阵啊吼，我甲师父交代的代志办好势啦，我就来安排时间，互你甲师父见面啦。就安尼讲啦，我来去啊。柯建宏，你根本无迄个心肝甲孙继明嘛？到底是要怎证实这件代志？今日早打电话过来，丽花啊，你建宏是不是头歹去哈？一睏哦，你捐3000万出去哦，讲要予伊个什么庙会、功德会啦，3000万嘞，不是小数目嘞。建宏捐3000万出去，这件代志我乃一点仔拢唔知。妈，是安怎你去跟我讲啊？在丽花的追问之下，母亲说出了事情经过。原来庙会真人在成立功德会之后，建宏便带头捐了3000万元。由于建宏在当地的名声响亮，使得大家都冲着建宏的面子慷慨解囊，因此功德会在建宏的号召下，很快的就募到了一笔为数不小的资金。代志的经过就是安尼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是无反对吼，建宏吼咧做功德做好事啦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咧，一捆3000万咧。敢袂收济？是讲啊，你是因某，你哪拢唔知？敢拢无人去讲？妈，我真正啥物代志拢唔知，建宏啥那要阮瞒我？你哦，你唔通安尼，逐工啦，拢掂掂在厝的，啥物代志拢无咧插啦。个人吼，翁若无顾好，死狗要哭我目屎啦。妈，我知影。建宏捐了这么大一笔款子，竟然提都没提，这实在太超乎寻常了。若不是中了邪，就是被他师父庙会真人给迷惑了。丽花心中像是被雷击一般，久久不能自己。然而更叫他吃惊的事竟连袂而来。感谢你的赞助，我代表庙会功德会感谢你。真的啊，你哪都这样客气的。那柯议员，伊都捐3000万的了呀，啊，这100万，甲伊比起来，只不过是淡薄仔意思尔啦。那你讲啦。哎呀，我公司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顺行。顺行。想袂到这件代志会进行到这么顺利。才一礼拜的时间，咱功德会存款已经到5000万了。这届好佳哉有你的斗三工，所以这一切拢是你功劳。太师傅摆脱困难了，本来就是阮地主运动做的代志啊。看到你这么捌代志，师傅实在是足欢喜的。无论爱我做甚物代志，我拢心甘情愿啊。是。是吗？柯建宏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丽花，你哪会来遮啦？
我想这位小姐应该就是你的祖父人哦。建宏，敢无阮刚介绍一个？叔啊，伊就是我的某梅花啦。梅花，伊是我叔苗辉之女啦。何太太，你好。想不到苗辉今年这么漂亮，还生得这么水，我想一定很多查甫人要来向你求道的。不知除了阮家建宏以外，你搁要准备收偌济查甫地主？哈？丽花，袂用对师父无礼啦。我无礼，拄则你甲伊的手牵做伙，敢讲安尼就算是有礼貌？丽花，你哪会遐尔无讲道理啦？代志哦，不是你想的安尼啦。我拢已经亲目睭看到啊，你今日搁安怎想？我真正真想嘛想袂到，东东一个修道之人，竟然诱拐人的尪婿，你敢知影啥物叫做计较？丽花，你哪会安尼对师父讲话啦？竟让师父袂识嘞？紧啊！我无爱，我讲的拢是事实，我想哪要甲伊分析嘞？依我看。你根本就是一只狐狸精！丽花，你，你跟我怕？你为了这个查某跟我怕？丽花，丽花，师傅，拍死了，我要化妆回来。丽花自从和建宏结婚以来，从来没有吵过架，是朋友眼中的模范夫妻。但是这一次，建宏却动手打了她，让丽花是伤透了心。丽花，你卖走啊啦！我不是超工的啦！你卖听假话衰啊啦！侯建宏，我跟你结婚遐尼多年，卖讲是怕我。咱两个人从来拢唔捌冤家过，今仔日你为着那个查某，你跟我拍，谁来变个安尼？我讲啊，讲啊！你到底要我讲啥啦？讲啥物？你家己心内底的话跟我讲啊！安怎？你讲袂出嘴？建宏，你堂堂一个省议员，在遐尼侪人的面头前，你啥物都敢讲？谁那你面对我的时阵，一句话拢讲袂出来？你讲，是不是已经变心啊？你讲，你讲了无不对啦，我是变心啊啦！我今嘛已经无属于咱家。也不属你，你应该一切拢怪在我的心上。虽然你阁是我的某，啊，不过我已经不是你的翁啊，你知影无？你明明就是我的翁，谁那你要讲不是？你无了解，自从叔娶入门了后，我的思想。就整个都改变了，我看到的世界不是你一般人可以了解。我现在唯一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跟师父斗三工，跟功德会做起来，帮助咱台湾，甚至是帮助全世界需要的人。对你，我只有搁一声失礼啦。不得看，咱阿妈某的缘分已经尽了。咱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袂当安尼就离开我，我尔尔爱，你袂当安尼就离开我啊，建宏。丽花，较早你若是哭，我的心肝就亲像刀仔伫割遐尔痛苦。无论你爱啥物，只要你欢喜，我拢会甲你做。就是讲爱我的生命无问题。啊，不过今麦你哭到这尔伤心。我说一点啊感觉拢无，你知影无？
担心吗？你已经不是卡早那个爱我，关心我的可健康。好，我成全你。我等你到明天休息会再来好好处。我祝福你，祝福你家的舒服。我走。天之道，顺有余力，补不足；人之道，顺不足力，奉有余。小人有余，以奉天下，唯有道者。建宏，你敢知影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地主明白，所以地主才下这决心甲决定。希望对即马开始会当自由自在陪同师傅完成救济世人的目标。安尼真好，你会当为着大爱牺牲小爱，就证明你开始咧悟道了。既然安尼，对明仔载开始，你就搬来天皇宫住，甲师傅斗阵修行，知影无？多谢师傅。第二天。建宏便搬入天凤宫，满心喜悦地准备和妙慧真人一同研习。只是在他欢乐的同时，却没有想到丽花正在受着痛苦的煎熬。美慧啊，吃饭哦。妈，我不要，你自己吃。唔吃中昼，唔吃，啊！即摆用暗嘛唔吃，安怎？你不是甲你翁同款去做生是无？我不管啦，非得你今仔回来伫个厝诶，你就是爱听我诶啦。行啦，来食饭啦。妈，我真正袂枵啦。你我一人静一下好不好？实在是哦，有影气死人。哎，你咧健康啊，毋知食啥物毋着药啊？无代无志，走去甲遐狐狸精练功夫，练啥物功夫？我看啊，是咧练面春功啦。啊，莫阁讲啊，好无？是啥物好做啊？莫阁讲啊！你是我的查某囝呢，你无想，安尼好好一个家庭，啊，要阁变安尼啦？讲到遐好听。啥物要去济世救人啦？骗鬼咧卖野水哦！是讲吼，话阁讲倒转来，迄建宏哦是研究所毕业的，刷落去，阁做生意员，即款人哦，迄头壳应该是真清楚才对咧。哪会这尔简单哦？都迄个查某牵咧走，实想拢无呢。对啊，丽花啊，你敢有想到？建宏敢不可能去予人落湖啊！建宏去予人落湖啊！替你静心啊！等下你就直接回去房间休息，袂用再出来行动啊。是。阿哥，对明仔载开始，为师会甲你斗阵闭关三天，进行修炼。所以等一下，你要将恁厝内底的琐事交予进财保管。万不离恁家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伊嘛会当随时替你处理，知影无？这是知影。地主感谢师傅替地主修改遐尔久，地主一定会好好修炼，才袂辜负师傅对地主的期望。嗯，安尼才对。金山先生，金山先生，我要过，我要过。我跟你讲哦，
阮囝婿，迄考议员去予狐狸精怪去啊啦！啊，考议员去予狐狸精怪，是安怎讲啊？在小陈的追问下，丽花和母亲将建宏修道之后的种种怪异情形说了出来，让小陈是听得折舌不已。啊，考议员竟然变做这款人哦！啊，你放心啦，啊，会长哦，我甲阮所长啊，拢是这考议员支持者啦。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得好好甲调查清楚啦。哦，甲这个狐狸精抓起来啦，袂要去害迄个考议员啦。哦，安尼就麻烦你啊。在小陈信心满满的保证下，丽花和母亲才放心回去，而小陈也不负所托，开始对妙慧真人及进财阿水的三人过去记录展开调查，结果让他发现了一件天大的秘密。娘啊，这是我的眼睛。哎呦，小华，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线索？是啊，林太太，小陈已经将一切代志都跟我讲了，我现在所提就是有关苗慧今年的犯罪资料。啊，有这多哦！原来在小陈锲而不舍的调查下，发现三年前云林县曾经发生一起宗教诈财事件，一个姓赖的土财主被骗光所有家产。而在一年前，高雄市也出现了同样的诈财手法。根据被害人的描述，他们都是遭到一名美丽的道姑所迷惑，才会迷迷糊糊的上当受骗。根据遐被害人所讲，骗人遐道姑，不管是身材、外表、年岁，拢甲苗慧真人相共。我怀疑，因所讲的就是苗慧真人。夭寿的，这查有够恶真嘞！对伙啊，我咧讲啊，咱一定爱甲建宏讲，啊嘛无，伊的钱哦，拢去骗了了嘞，到时哦，你才拢脑损嘞。这查某实在太可怕，我真惊建宏会受到伊的伤害。王所长，我麻烦你一定要保护建宏，我拜托你。你放心啦，柯太太，为了柯议员，我一定袂放苗慧真因三个人煞。柯太太，你紧准备，咱今麦来天雄宫。是。柯建宏这个潘啊，不但怪我将因家的钥匙交予咱，而且这两天，佫带我咧去银行，将伊口座内面遐钱一笔一笔去领出来，加上讲得回原本遐钱。咱三个人即卖已经是一万多啊嘞！这回吼，同大讲钱就是手脚啦。嗯，若不是伊从遐细个哦，白甲你戆戆说，咱这边代志无可能这么顺失啊！我伫柯建宏身上落这么多功夫，假使若阁怪袂着伊，咱的计划毋着去了了，白了工啊！唉，柯建宏啊，这个戆大呆！还在那房间在等我，等我去跟他做完最后一次的男女相守，事情就结束了。建宏，咱现在已经合成一体了，所以我一切你一切也都是我的，你说对吗？我的一切都是舒服的。真好，假使舒服将你的钱都拿走，你应该不会舒服啦。只要舒服欢喜，我的一切都会好舒服。建宏，你这种大慈悲心证明你已经得到了。师父现在宣布你正式出世了，从今以后你可以自己修炼，去开创你自己的人生。开创我自己的人生？嗯。开杀武艺杀，但是别人啊，哼，您放心啦，这代志我拢处理好势啊啦！真的啊！来，你讲者，来！系啊，是什么代志厉害？我感觉有危险，恁几个物件收收的，咱紧离开这。
拢无人咧。试过上看卖。我咧喘气，大家斗相共，起来。经过众人的送医急救，才发现建宏的身体里头含有大量的吗啡。根据医生的推断，应该是吴秋菊在长期对建宏的传导过程中，借由黏膜接触将吗啡灌入建宏体内，以达到控制建宏的目的。在经过院方的细心治疗下，三个月后，建宏终于离开了医院，回到家中。建宏，你拄则出院，爱加休困，知吧？我知啦。什么代志？这几天啊，在病院内底，你大家拢伫我身躯边照顾我，辛苦你了。每当想到你这么好的太太，是我的福气啊！多谢你。好啦，赶紧休困啦。唔知安怎，竟然对建宏下毒，还有最近几个月代志哦，拢袂记了了。妈，只要建宏平安无代志，其他的我拢袂要紧啊啦。而且因肯放过建宏一命，应该算是有良心啊啦，对不？什么咧有良心呢？你爱知，伊若有良心哦，伊都袂将银行口座内底的钱哦，拢摕了了8000万呢。是讲哦。我不知道多好，我若收到那8000万，我就要好了。妈，那些钱我都不敢啊，你不要这样啦。以吴秋菊为首的宗教诈财案，自从这件事后便销声匿迹了。虽然警方动员了许多人力，仍是无法将吴秋菊三人逮捕到案。或许是吴秋菊的神通能力，才能让他们从容摆脱警方的追捕，一直逍遥法外吧。拜，再拜，三拜。有没声子？各位。今仔咱请王府二娘义情大地主，法力无边，神功盖世，博爱救人的玉镜之女，为咱大家讲道。社会上常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宗教之名对善良百姓行诈骗之实，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人神共愤，无耻之极。而本剧中的吴秋菊更是滥用上天赋予的神力从事犯罪活动，尽管他能逃得一时，但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相信他的报应一定很快就会来到。